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宋楚瑜，总统候选人三号宋楚瑜。2016年总统的选举是改变台湾现状的最好机会，蓝绿不能再恶斗下去了。过去16年，民进党赢过，国民党也赢过，但您有赢得更好的生活吗？改变就从您这一次下定决心投这宝贵的一票。1月16号，就请您勇敢地做自己，不再受任何政党的绑架，把票投给最有执行力的总统候选人三号宋楚瑜、徐新莹。政党票就请您投给关心青年人和廖盖咱探家人辛苦的二号亲民党。拜托拜托，感谢感谢，希望太嘎。总统请支持三号宋银佩，政党票请支持二号亲民党。送进总统府，台湾一定赢，拜托拜托，感谢感谢。宋楚瑜当选，徐新莹当选，宋银当选当选当选。